大家好，我是 KDCS。 上一期呢，我们是被一个奇妙的生物抓走，并不好说是不是人类，并不是很确定。现在呢，我们是被关在笼子里头，逃走吧，我要把这个笼子给推倒。大概我之前也是无聊，稍微去看了一下大概的剧情，也不是大概的剧情吧，就是介绍啊，说呢这其实是个小女孩，我是没怎么看出，我是没怎么看出来啊。然后呢说这艘船呢是一年一度替这个死人做吃的这么一个地方，这个替死人做吃的这点我就先不吐槽是什么，我先把火点上，再把那个东西看他们拉下来啊。这个设定就已经很奇怪，这边又有死人，然后又有替死人做吃的一艘船，那到底我们算什么？我们算是零食吗？这个拉杆是有一点拉下来的价值，拉一下看看，应该是这个点吧。我掉了什么东西下来了？感觉来不及的样子啊。对面也有其他的小人在里头，上不去。那我们先从左侧这个门先走。哎，什么卡住了？说到底，感觉好像之前我们有遇到那些婴儿床啊，一些东西啊，好像一讲出来的这个作用就是。算是小人吧，被养的目的就是被吃掉嘛，就感觉好像很恐怖的样子。这边看了一下，好像也没有路可走。我们是感觉的话，还是得哦，可以把自己抛出去了，有一点意思啊。不知道可以不可以，就是抛下之后再，哦呦，其实会被压死的，注意啊，不能被门压到，会被压死的。之前我被压死过，虽然不是这个地方，是一前面第一集落那个关卡。我们应该是从这边爬上去，上面有个洞。再翻身跳，这蜡烛可以点着吗？哦，可以。断头铡是什么？这么迷你的断头铡，虽然对我们来说已经不迷你了。哎，哦，吓我一跳。找找看有没有什么隐藏牧草，他似乎会看向我们这边哦。我们先看出去看一下他要干嘛。哎，这不是刚才我们找房间里头那个人吗？他画像不就是他吗？看起来很诡异的，戴个帽子，然后又没有脸的样子。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是可能要躲过他吧，他会在摸什么东西，他是从下面拉了一个什么小生物出来。我操，他似乎好吧，死了，叽叽。
这样的话应该直接跑过去，他好像肯定会发现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躲避点，而且主要跑得比较慢，主要是我跑错路，我以为那个地方呢是有个洞，其实在这个靠近我们视角这一侧是有个洞可以爬过去，我那直接滑铲进吧。不过他是在包什么？那包的那人是死的吗？其实应该就是根据路线上来看的话，刚才应该是他把我们抓走，然后又拎走了一个笼子。那个笼子里头人好多，只能这么说，其实是空的，我不知道他从哪边掏出来。不愧是小小梦魇，好像刚才那事情是一场梦而已，可以用这种方式去解释吗？哎，他好像看不见的样子，气味。我靠！夸张，这个滑铲是有点风险，不要轻易滑铲，因为你不知道你摁了就会向什么地方滑过去。这点设计其实挺讨厌的，它就不能保持一下就是我的前进方向滑吗？感觉它好像是滑的那一瞬间是重新判定了一下这个方向之后才滑出去的，这点设计的确是挺诡异的。还有这个读图世界也是。好诡异，不知道可不可以，有什么地方可以躲一下呢？他手的话，看似是还能，伸过去啊，不知道会不会跑过去之后又被抓到。嘿，吓一跳！我觉得是不是会给他等他某个动作？哎，你这边什么意思？有点不大明白这个点的意思。那个门杆是开了一下，然后怎么又关上了呢？我们是要把这个地下室门给拉起来。走你！这样的话，我们算是，我靠，暂时的逃脱。下水道吗？存档点，一个不像存档点的存档点，我只能这么说。而且鞋子好大哦，感觉那体积不是我们这样的体积。What？这都是鞋子吗？感觉好像有什么危险，莫名的震动，可以这么说吗？来了来了来了！我现在手柄是在震动的，是在逐渐变轻，有可能是在提示我们这个危险程度吧。但轻到一定程度，它就不再变轻了。好吧，那我这样看的话。这个距离有点长，不知道能不能跑得掉。这底下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走你。这是掉了好多老鼠在上头。哇！这边应该是跑回我们之前来的那条路上。哇！好像明白了是什么意思。这边应该是他进来不会立刻抓我们，我们应该站好一个位，然后当他开门那个瞬间，我们哦关门那个瞬间我们再出去，可以试一下，不是很确定啊，是给这种感觉，我不知道在这里头会给他打什么 boss 战吗，或者是对面那个炸弹是可以爬上去的，我们也可以尝试爬一下那个，也可以尝试从后面身后走掉，都挺有风险，不是很确定。我感觉我等会下来躲他身后算了。他反正也看不见我们，他目测是直接随手抓了一只，但至于他抓的是谁我们并不清楚。这样的话他发现人之后先会直接走掉，我靠！好吧，这样的话，等于说一开始就下去躲他背后就可以。这只熊有什么用呢？这有按钮吗？没有看到暗门之类的东西，这扇门也是关的。哎，可以推。推不动了。几个意思？几个意思？这木板有点特殊。回身先看一下有没有藏什么东西，这样我手柄还是在震动，貌似还是有什么东西。上面小短腿儿，又找到一个，作用不明，这叫小娃娃，但感觉会牵扯到一个成就，一个收集品，好多人偶。在拿什么东西？调羹。
我到这边已经不能走了。那小人我捡起来看，我应该把它给摔掉。我靠！好吧，终于发现解的方法了，摔掉。那我现在该做什么呢？我并不能跳，也不能拽动。这有点奇怪，刚才那个小矮子跑哪去了？然后他走过去之后，我们等一会，就直接跑。跑过之后，应该说直接往上跑，看能不能就是在他来之前呢，就直接脱离他的这个范围。他只要抓不到我们就可以。不过看他手挺长的，这个范围好像有点远啊。手呀，让我想到《海贼王》里头那个人啊。跑掉了，耶！其实刚才那一瞬间，我又想要不要躲在那个人偶里头啊？我觉得是可以的，并没有说强制要求一定要是在他这个行动范围内跑。我觉得可以躲在人偶里头，然后可以躲过去。我靠！刚从这走掉吗？这是个钟。能上去吗？不能，把这个门直接推开吧。吓死我了！应该是用声音判断。可能要抓个时间点。什么事？发生什么事了？刚才那可能是 bug，应该是这门打不开的。然后我是去推那扇门，结果，我好像操作上失误啊，把那扇门关起来。但是我一直在推这扇门，但是我又没有松手，他想抓我又抓不到，有点神奇。哇，一个钢琴在这儿。哎，不要摔死啊！我不知道这边这个书架对我来说有没有什么用处啊？爬上去的话，看也没有什么攀爬的点。这边的话，看从这个架上爬上去吧。
那个钢琴的位置，估计可能之后会从钢琴上面爬过去。哇哇哇哇！吓死我了！我刚差一点就松手了。哎，点个火。喂。OK，抓住，继续向上爬。这也太高了吧！我们蹲下来走，他听不见声音的。不知道打火机对他的这个行动有没有影响？能过去吗？上去喽！哎，没抓到，哈哈！好，过去了，哎。这个地板挺讨厌啊！这边是我们要拿的一个这个拉杆。当时我怎么把它给送出去呢？我卡住了。先捡起来，哎，我不能把它给放上去，应该是扔不动的，是有这种感觉，扔不动是扔不出去的。这怎么办？门可以开吗？门似乎并不能开。这个箱子可以拉吗？也不能拉，是不是卡关了？这东西似乎有点意思哦。我有种想要把它扔过去这种感觉，但是我不确定方，我看能不能扔出去吧。是哎，我要怎么把这个摇杆拿出去呢？这边这个台阶给我设计的也是稍微有些没太大明白啊，这个地方设计的目的是什么？还是说我可以用它砸电视机呢？哎，别走别走，拿起来，好像也没怎么样。Happy birthday,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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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rthday,
开始。他进来。哎，谢。这样的话，我可以把那个这个摇杆先放在一个比较好的位置，这样可以直接带着走。看的话，我应该是肯定是不能跑了，跑的话是必然会被发现的。可不是，他那到底是鼻子闻出来的呢，还是听到的声音？他每次看到我的是那一瞬间，就是先发出两声这个啊，好像鼻子在闻的声音，太诡异了。要不然我们这期先录到这边，下期我们再逃掉。